老师好，老师听懂吗？大家好，我叫伊拉，今天星期四，现在3点，我的爱好是踢足球。有空的时候，我也喜欢看书和听音乐。我有两个好朋友。他们是扎里卡和丽。扎里卡真漂亮和可爱，丽真英俊。他们游戏和的同学，谢谢。